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6月2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乳癌处理教学系列，还有原始点运动篇。好，我们先播放这一段运动篇。下面分享躺着的练习，有躺着，有侧身，还有俯卧的练习。我们躺在垫子上，双手向上伸，然后双手拍双膝，双手向上伸，双手拍双膝。我们做四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双脚蹬自行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反面蹬自行车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双腿同时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往回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脚踩地。左腿照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，反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，八，双腿同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。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踢腿，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臀可以抬起来啊，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到头，右肘去找左膝，左肘去找右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住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呼气，侧躺，左手扶头，右手往前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手扶地，弯膝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反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吸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趴下来，双手放在肩的旁边，上身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收下巴，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住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呼气，手指尖相对，肘关节往旁边，俯卧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右腿放在左腿的旁边，双臀往后退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换反面。左腿放在右腿的腕边，双臀往后退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辛苦了。不希望留组织，有组织，我怕会感染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你能决定，也不是我能决定，是，都不是，是你身体正在决定。那为什么会留？它如果变这种颜色，差不多爆，差不多，一般都爆了。嗯，就是它应该，所以你应该会留组织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很希望能够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你这里颜色已经变，留组织的几率蛮高。嗯。那留组织液到修复，我刚刚讲时间蛮长的，有差不多要两个多月，了解吧、嗯、然后热能够它一定可以修复、嗯、那你的体力还不错、啊、我觉得还 OK、嗯、这里已经凸出来，而且已经变光亮。对啊，美女有44，所以它的范围就这么大。对啊，它的范围好大。好，那现在可以开始来测试，看他的痛点在哪里。啊，顺便一边测试，你已经测试出来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然后可以进行手法。这有痛吗？嗯，目前还好。对。这个不行，换了一个。很，理由很简单，这么大，竟然用拇指在顶。嗯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违反我的规定？还有谁愿意下来做？好，测试完啊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哦，确实好大。嗯，好，我试试哈，我找一下。嗯，不用。嗯，对。亮。嗯。这里痛吗？嗯。是有一点点痛，但是比较再稍微柔软一点，这样可以。反正你们遇到高手，他你们稍微硬，他就知道。我只能这样讲。嗯，跟其他出血不一样。这一点有切到，是有点痛这个。嗯，但是因为你有肿块，如果你这样按它肯定会痛啊。他知道蛮力，什么是蛮力，什么是正常的痛，他分得出来。嗯，对，跟你们想法不一样。那个根，嗯，这样吗？有比较到那个根部。好，你看他都讲得出来。嗯，这个老师很好。对对啊，他因为我有看影片，所以台北要做它还有一点难度。我跟你讲真的，这一点有切到，很好。有这一点有切到，你重点吗？这里很好吗？嗯，也会痛。可以再进去一点。力量没有深入。说这个是用斗状图。啊。用斗状图去测。对，也是我教你们这样。早上我也教过。所以我说按它有难度，因为它知道，然后要深入，又要巧劲。嗯，弓箭步了，还是要站起来。
有感觉哈、哦？有。这样力道可以吗？受得了吗？目前还可以。现在不行了啊。现在还可以。好，那我再轻一点，这样呢？还可以。可以，好，那就用你能接受的力量。我以前好像是这样顶进去，你都能接受。这样可以吗？哈。可以。我有没有在转圈？有。有。好。我感觉好像不要转圈。因为转圈会把那个肉提上来，更不舒服。好，那我这样，这样呢？对。你喜欢这种感觉？嗯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就这样，照这样，好吧？这里呢？有切到。这样可以吗？嗯。你喜欢这样？嗯。还是喜欢这样？这样。也可以。也可以嘛，所以转圈不要转圈就好了，这样不是转圈，这样不是转圈了、哦。有一点，但是刚那个圈比较大。哦，那小圈。好，那了解。这样可以接受、哦。嗯。力量有没有进去？这样。有。有哈、哦，好。这边比较痛哦，所以这边要轻一点。哦，好好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的力量，嗯，这样有在转圈吗？有一点。啊，这样能接受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好。这里可以，这里没有把肉拉起来，那边会。哦、好。这样都有顶进去，对不对？嗯。直接把它包起来，直接顶进去就好了，这样就更干脆。有，等一下姜粉泥下来就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是没有姜粉泥，所以我没办法做，所以我只能这样。所以它有感觉，我有停顿。哦，那这个就是等一下用姜粉泥，所以我这样做完，你们就不用按了。反正它在生成。我现在做。哦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接。用姜粉泥直接涂，直接做。那老师就是在没有姜粉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按灌煮才？像这么大，还是要姜粉泥啊？嗯。你如果没有姜粉泥，就是我刚刚这样按法，它也会按松软，只是它要付出更大代价。嗯。因为有姜粉泥，它就很滑。对对对对。好，所以。而且它会热。记得我讲，推按推换醋。要配合姜粉泥，嗯，热盐，那为什么要配合？我们按推目的是要把热盐带进去，然后让它深入里面，修复体香。所以如果少了姜粉泥，那就好像少了一味，有饭没菜这种感觉，啊，所以两者都必须兼顾。好，我的佛法里面有看到哈。因为它蛮大，我不是用这样，这样没办法，我是稍微有没有靠过来啊？你们也可以把它靠，然后就是掌根这样进去，有感觉哦。嗯，有点痛。好，那我再轻一点，这样呢？嗯，这样就可以接受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你好像现在比较敏感了，我以前好像可以按到这样，现在好像不大行了。嗯。这样就很痛了，会痛。了解。好，所以以病为师。我记得他上次来的时候，我可以按到很深层。嗯。现在按到中间，不要那么深层。可能后面没有热敷过，上次有热敷。上次有热敷。对。所以还是不一样。好，那我这样示范，你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哈。嗯。涂姜粉泥就是这样，然后涂法一样。今天那个大的胸部就直接涂这样推过去，嗯，哦，这样固定，那这样就可以进去了。对，我每次按压这边的时候，后面这边会酸到不行。老师没有看腋下哦，每次都会酸到不行，然后就会变成要停止，所以志工就变成每次都要停止帮我处理。那我们背后帮他按一下。对，你可以趴吗？可以。啊，他的腋下没有看啊。好，那你要不要？好，来检查一下。对啊。
来，你躺哦，我再帮你一下，再检查一下。从这里到这里，好，那我们按下来啊，这里是软软的，这里痛吗？不会，不会哦，这里都不会嘛哈。这里我摸感觉稍微有一点硬，嗯，但是它这里没有体香，那就算了，那应该不是硬结肿块，就是就感觉筋的味道，这里都没有痛点哈，目前还好，这里都没有哈，这里呢还好，都还好，那这样这里还好，哦，就可以确定您腋下没什么大问题。你说哪里会酸痛？啊，是这边酸到，包括这里，整个酸到不行。那这里从这里酸，按的话从这里酸了，哦，那应该按哪里？内肩。肩胛骨内侧也吗？有。照理应该要脊椎两侧往上找，脊椎两侧应该首先要解决，然后。他因为用这里酸，所以连肩部原始点也要按，嗯，啊，大概处理方式是这样。这样痛不痛？有酸，酸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有了哈，嗯，而且力量比较够大，我比较有感觉，嗯，是酸痛，是有感觉哈，有。这样你感觉看看，哦，嗯，这样都有按到吗？嗯，你喜欢这种力量是吧？对。那，啊，脖子这里会酸吗？还有肩膀这里？会。也会有。会，因为我都睡不好，痛。嗯。痛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也是痛，对不对？它跟一般不一样，不要照这样，这样可能走不进去。我直接就跳高一点，因为他喜欢重，我发现。嗯。这里痛吗？还好。还好，这一点。都差不多，还好。这一点就有。就比较感觉，哦，这点感觉好像会到手臂。哦，好，嗯，那就是这一点。好，嗯，记得啊，女生如果这样，然后你要翘高压下去，就是脚对她的手，不要中间，这样前面碰就碰到，嗯，这样一直插下去，这样有感觉吗？可以再重一点。这里痛，这里都不会。有，但是还要再重一点。哇，还要再重一点，我才会有比较有感觉。好，那遇到难题了就变化了，改变。这样有感觉了。有了，有了，嗯。有没有？有。不要拘泥一款。但是这样。这样也站进去了。这一点比较没有。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承受，但是可以再大一点。有，这样有感觉了。哇！嗯，哇！好，这个。你够力哦，你。有感觉哈。嗯。对对对，他们两个。他前面的时候，他后面就很酸。对。那就是体香在生成。嗯。他不是假的。你们觉得哪一个可以按到身？你已经来过了，或者你做做做看。有，有。讨厌我们的。那你那时候有痛，痛再轻一点。要轻一点，那佩子你比我更猛。痛，痛，因为可能张律师刚刚有用过了，所以现在再用会痛的。哦，有自觉了。对，他刚刚有用过了，现在每一点都会痛。其实哈，你们遇到这样哈，我的第一个朋友，佩慈你还记得吧？
我在揉腮腺炎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。他说有，你再深一点，再深一点。当我全力以赴的时候，然后我时间不敢弄太久，每一点我差不多三五下，然后来回三次，回去他就开始发烧了。哦，然后发烧，然后开始肿胀，嗯，然后开始睡得着，嗯，然后吃得下，肉也增加了，但是来就是这里变大，然后发烧好像三天是吧？没有，哦，对对，两三天。他两三天，我记得你跟我这样讲，嗯，然后他再来找他的时候，摸过的每一点都是痛点，痛，那代表什么？他这里的感觉已经不明显，就是他知觉上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当你们按的时候，不要一次要把它按好。记得我讲，像那你自己的力量你知道，像我你们何尝看过我用这样的力量？没有啊，那我按腮腺炎也是啊，他侧躺，我用手肘按你了，这个你们也没有看，所以我会控制时间。那万一他是属于这一类，你不懂。你一直按按，我看明天说不定他就起了很大的变化，也许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哦，所以到这样已经够时间控制，然后该伸就伸，所以我按完，哎，他开始有感觉了。其实我认为他的力量应该不会比我大，他蹲下来那个力道绝对不会比我大，你学过原始点都知道，这样沉下去的力量是最大。那后来他再按就会明白，哎，说不定他慢慢有知觉，这样就够了。记得过会伤害，所以我按到这样，我自动就会怎么样停止。以后你们如果有这样的力道，也是这样，按了三五下，哦，来回三次，够了。如果他还要按，不要，因为你已经请全力以赴，再按真的会伤。所以他那个腮腺炎也是这样，你看发烧三天了。如他很害怕才会问他，没有，他有说 他知道他这是消耗热能的那种发烧，对，他自己跟我讲说他消耗太多热能了，所以他回去 整路都在睡觉，回到家就发烧了，有没有注意？嗯，我才按几下他，然后他那个下次再来那里已经变软了。我刚刚就是这样，我时间有很长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这样的时间啊，我自己可以控制啊，所以我按完我就走人了。他过了真的可能受伤，因为我刚刚那个力道很大，你们应该没有看过我这样的用力，所以这样我自己要知道，我按三五下来回三次我就停止，我不再按，所以他再叫我按我也不会按。那接下来要怎么样？涂姜粉，就是涂背部，哦，就是我刚刚按过肩部原始点，然后还有那个脊椎两侧，那些动作，所以他切了一半。有没有注意他终于领悟了？嗯。好，就是两手均匀。好，那整个，你们看，沉下去，开始推。有感觉哈，哦，嗯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里要用力拨出去，好，然后再来往前，好，那到下面的时候。那都按到了，缩回来，弓箭步，再往外拨，这里一定要顶进去，力量才能够伸。这里到中间就好，不要想一次按到了，分两次，分两个阶段。好，这里都按了，
然后我脚往前，整个沉下去，压上去。好，那这两节都做完了，我收回来的时候放弓箭步，把它推过来，然后沉下去，顶进去，往外拨。有感觉了哈，嗯，这样舒服吧，嗯，热起来了，这样热起来哈、哦嗯、但确实我的力量是最深的、嗯、因为佩慈他长得跟我一样重，这时候我们是同等级的、嗯、然后重点就变成什么，我也不用蛮力，我用身体、嗯、然后我用身体到哪个阶段的时候我该沉下去的时候沉，但佩慈错就错在这里、嗯、这样、嗯、有没有到这里的时候就没力了，他配置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这样？我学配置的，配置。然后他这样，对不对？他这样，其实到这里的时候，顶进去再往外拨，这样力量就出来了。你这样下来还少了一个动作，不要这样，下来用这个两个顶进去往外拨。所以这个力量应该是里面我力道是最深层，对吧？嗯，对。所以现在热起来，整个都没错。啊，就差那几个动作而已。嗯。好，其实哈、哦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如果光看，你没有去深心领神会，你按推下来，很多力量已经卡死，你是不知道。那做过。哎，像你们学过，哎，你们可以看出来，他自己下去，哎，有时候也不是这样，就还有需要调整。那所以我觉得啦，一定要规范。这样可以接受哈、哦。可以。这样有进去吗？有，有了哈。但是力量有点大。好，因为它很滑，所以可反而、嗯，然后后面又按过，说不定知觉更有感觉。嗯。啊，所以我们力量再调整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可以。可以了哈，这样刚好哈。嗯。啊，那就轻松了，不需要那么大力。这时候你们再来按，应该可以。这样舒服哈、哦，嗯，啊，不用大力了哈、哦，嗯，不用，前面不能大力，推远一点，这样就是。所以是要转圈吗？哦，我有转圈吗？我现在 有，那转圈舒服吗？现在转圈，我比较不喜欢转圈。你不喜欢？对。我这样，这样算不算转圈？转圈会去压到那个肿瘤。啊，就是要顶肿瘤的根部啊。嗯。如果不要转圈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这样啊，好、哦、这样、嗯、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那你就用这样好不好？好，他唯一的，我做了很多，好像我还没有这样说，直接这样，这样也可以的，那就是随顺患者、嗯、这样可以了哈、哦、嗯，这样就没有转圈不转圈的问题。嗯，那我就直接推进去，对，这样我更省力啊，我直接就滑过去，嗯，我少了一些动作，我更好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也能忍受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就是这样。有一点痛，那一道再轻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这样可以吗？痛，
痛，等一下，痛。轻一点。好，我很轻，这样可以吗？嗯。哦，他这一刻是特别痛。对。对。这样可以。嗯。就是不要太内侧，稍微外侧一点点。它是外侧，太外侧的话，因为它肿瘤的根部都没有涂到哎。就是他这样按哈，按到最后他那里很痛的，就松一点，那体相就可以减轻。是，确实是可以这样慢慢拨。那么多还会软，像我那边那一个有一个，今天给你看的照片那个比较小那个，它这旁边也是很硬，我就是也是让慢慢跟它推推让它软，它就不会怎么痛，它就说整个什么根就松开了。好，他刚刚讲哦，按推的时候他肩膀都很酸，你现在酸不酸？今天是大概有史以来最好的，维持到现在才酸，我现在已经有点要酸了。以前大概按又。按推没有多久就酸得不行了。那今天这样涂，包括按推，你觉得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对，维持比较久，但是现在已经有点要酸起来。我现在又有点酸起来。嗯，可以，好多了，不酸了。哎，可以了。最后他虽然没有用很大力帮你按肩部原始点，但你感觉还蛮舒服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我们刚开始要那么大力，有没有？嗯，他没什么知觉哦，那现在不用很大力，有没有？那个感觉慢慢回来。嗯，所以绝对不要一直使蛮力，然后时间又拉长，一定会出事。哦，以后你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患者。把它拨干就可以，这样可以哦。嗯，很舒服。这样又不痛哦。嗯。但是他如果在他在家里，就是自己涂不到，勉强就是自己稍微敷一下，这样不行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他可以。但是老实讲，他在深层，他因为也没有人帮他顶，他进不去。所以效果有限。那老师，我们以前有说把那个姜粉泥，那个辣椒粉啊什么敷在那个房子，它怎样子躺着？你没有推进去，那个留在表层效果也不好。但是我以前也是自己涂啊，我就拿一碗进去浴室洗好澡之后涂上来，然后就好像干了吗？把那个要把身取下来那样，有没有一直抓一直抓，它就会起热，然后全身也都很热。所以如果没有人帮忙，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？它那个哈、叫做瘙痒，就是去角质，然后那个抓哦，那抓其实也是会热，有没有效？有效。嗯，那这个我说每个人。的体质不一样，如果是说像乳癌这种平滑的，你就这样推；那如果像你说要让它局部热能进去，你这样涂姜粉泥，然后去抓它，会不会进去？也会进去。然后尤其起疹子痒的时候，哦，越抓，然后用姜粉泥越抓越舒服，然后也会止痒哦。啊，如果你没有姜粉泥，你这样抓到破皮也不会好，就差别在这里。他在拨哦，你看他的指头有没有？他速度还蛮快。其实拨可以这样，也就是他帮我做，我才知道哇，那个拨很舒服。他也是这样拨。但是我老师，你帮我拨那个手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连指头都有力。虽然你是轻，就是好像很轻，但是你的也是有力。我一定都贴着，包括拨我也是这样，会用，我全部都会用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接着预告下个礼拜的直播，下个礼拜我们会播现场实作教学的直播，还有原始点的运动篇。
我们下周见。